中国东方演艺集团，中国交响乐团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，中央歌剧院，中央芭蕾舞团，中央民歌乐团，中国煤矿文工团，中国艺术研究院，中国美术馆，中国国家画院，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，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，梅兰芳纪念馆，西皮二黄奏响金韵华章，秉承建院初心，更续红色血脉，让我们唱响时代主旋律，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，扎根壮美山河，铸就新辉煌，乘着歌声的翅膀从延安走来，静听春风，乐享幸福安康，奏响盛世华章，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，给全国人民拜年啦！拜年啦！拜年啦！Thank you.
新春好，兔年到，新春好，我们给您拜年了。我是李新草，魏基军，文艺中国新春特别节目给您拜年，祝您兔年如意，事事顺，兔年如意，事事顺，阖家欢乐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兴。
马兰花开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呀。月儿圆，月儿明，彩船荡漾水如唱着船歌来迎亲。
兄弟们，你们都辛苦了啊！等你们把货送完了，我请大伙儿吃火锅。哥，还有心情吃火锅呢？哪有这样的？明天就要送达，这也太着急了。阿昌，咱远方快递的宗旨是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我们都得把货物准时送达。那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啊！兄弟，记住，只要我们足够努力，我们一定能成功。真的吗，哥？只要对的你不都不退，别留遗憾，拼命向前追，想着笑的去争取，去争取，对不对？光阴匆匆，我不要反悔，堂堂男儿站在天地间，别怕别哭，我们什么都不缺，拥有的天可以有我的好兄弟，有我自己不灭不息，这趟的心拥有的天可以有我的好，发不了的，红灯，停，黄灯，准备，绿灯，出发！拥有的天和地，有我的好兄弟，就是拥有人海之中最好兄弟。看见了，我们的远方真美好。赶紧送货去吧。那我送货去了啊，我送货去了啊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啊，对了，哥，别忘了晚上吃火锅。知道了啊。何处是远方？你想抵达什么地方？何处是远方？下脚步奔忙，远方不是脚到达的地方，而是心超越的地方，而是心超越的地方。脚下路还很长，轻轻倾听我这的意义，不要停留在原地彷徨。何处是远方？你想抵达什么地方？何处是远方？从未说出的愿望。何处是远方？下脚步奔忙，再不要活得迷惘，要为了我的梦想放开双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上杨柳绿，这方才播种那边又开绿，燕子飞来了，衔来满嘴蜜。春风春风十万里，十万好消息，春天是一幅温馨的画，绿油油铺满人们心底。春风春风十万里，陌上杨柳绿，这方才播种那边又开绿，燕子飞来了，衔来满嘴泥。春风春风十万里，十万好消息，春天是一幅温馨的画，绿油油铺满人们心底。街巷一灯影婆娑，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，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，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，晚起的船帆从灯塔掠过，海角彩虹之地星火，长烟火在节日诉说，星空升腾时代的威严，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，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，灯火漫江万里山河，筑起欢
新年了，万籁之声在冰霄中苏醒，灵动的春之光在雪融中呼啸降临，我们压抑已久的激情会在哪里爆发？是湖畔，是山岗，还是门前可爱萌动的绿荫？新年了，大地之春在苍穹下列阵，喜庆的鞭炮声在家门口连天轰鸣，我们超负荷运行的时钟会在哪里更新？是生活，是事业，还是一次次迎接挑战后的重生？2023，我们只要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已写入中国昨夜除夕的沸腾。那冲天的缤纷活力让地球都倍感兴奋，一扫阴霾的天际，只见玉兔吉祥的飞升，飞升。2023，我就要一个字，能。我看见你站立的地方，信心中国披挂上阵，万家灯火点亮同一片星空，千家万户敞开大门，迎接红红火火的希望之春。此时此刻，我想邀来快乐的春天使者，挽起我的祖国，我的城市，我的乡村。山河无恙，人间情好，无名之幸，我要用最浓烈的色彩铺开这个春天的姹紫嫣红。此时此刻，我想捧出艳丽的春天花环，敬献我的父母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兄弟。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心想事成。我要用最真诚的祝福定格这个春天的美好相拥。大雁飞得再高，心中也有阳光的引领，骏马跑得再快，足下离不开大地绿荫。让我们一起奔跑吧，2023年的生命之春，中国人的脚下，春天的赛道已经生成。当黄河壶口沐浴春风，等待它的是一泻千里的飞瀑彩虹。朋友，你是跟他做一朵奔腾向海的浪花，还是沉溺往日尚未冰封解冻？当万里长江春水涌动，迎接他的是千帆竞发的大江奔腾。朋友，你是跟他做一名踏浪潮头的追梦者，还是以岸观望，醉心柳浪闻莺？你的眼神我懂，我的心与你相通。踏上春天的赛道，唯一的答案就是行动。赛道饱含着韧性与苦斗，赛道象征着胜利与风流。千峰叠嶂，呼唤勇士登攀，破关夺隘，奉献时代英雄。我们渴望创新，创新改变命运。我们追赶未来，未来永无止境。这就是中国新春赛道上的誓言铮铮。这就是人民新春赛道上的热血出征。2023的人民中国又一次撒谎。
满春光，澎湃春潮，浩荡春风。啊，2023年的新春，希望在冰雪中破土，信心在雪融中降临。啊，2023年的新春，大道通天、大美无限的中国赛道正在无尽的延伸。延伸。Thank you.
到，新春好，兔年到，新春好，拜年了，我们给您拜年了，文艺中国新春特别节目给您拜年了。我是李丹阳、廖昌永、霍媛媛、张凯丽、王红林、范志博、刘文慧、张也、刘静、韩童生，祝您兔年如意，事事顺，兔年如意，事事顺，兔年如意，事事顺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兴，万事兴。
起竹板到台前，我们先给大家拜个年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。哎，这不这几天挑兔年的壁画春联挑花了眼，我这几天呢连做梦都是兔子的模样，兔子的脸。哎，那你就认识我呗。认识啊。嘿，这是咱们中国煤矿文工团优秀的青年演员杨广业呀。不是啊，我不是杨广业。那你是谁呀？嘿，要提起我，人人都竖大拇指。我是西周的一件文物，有历史。在古时候，有一个人，他名叫典，是字典的典，典籍的典。有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很露脸，那就是国家赏赐给他叫正宫的一个用具。他刻意制造我，把这件事情来铭记。我是目前已知最早，也是唯一一个青铜立兔尊。嘿，形象生动又逼真。说那一天，我本来卧在草丛中，忽然听见马蹄声，我赶忙起身来查找。嘿，这个神态被工匠师傅精心雕刻，刚刚好，眉眼传神，特别好看。哎，构思巧妙，形象动人。别看我个子小，可我岁数大，我有2900多岁。不知你害怕不害怕？这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呀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啊，虽然你是这立足，红斌啊，还认识我吗？认识啊。啊，你不说唱团苏浩吗？不不不不不，我可不是苏浩啊。那你是？他们说我长得特别好看啊，就像是画里走出来的那么鲜艳。什么画啊？哎，我的家就在敦煌，三兔连跑，飞天莲花，藻井美名扬。我就是他们仨其中一个，替他们俩到文艺中国来把岁贺。我们仨一共只有三个耳朵，这里的奥妙您听我慢慢给您说。我们仨成三角，耳朵并用转圈跑，兔连兔，兔追兔，兔飞兔跑，兔碰兔，周围是八神飞天来旋转，为的是把中华民族遨游宇宙的梦想来彰显。他们手托莲花花盘，西帐香炉来飞腾，直上云霄入苍穹。这就叫千年飞天千年梦，千年的梦想千斤重，千斤的重担咱来挑，怎么漫步太空志气高。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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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还认识我吗？哇，这位手劲儿太大了。这位啊，我认识你。嗯，你不李春义吗？不是，我怎么能是李春义呢？那你是谁啊？我是宋代汉白玉兔，也是珍贵的文物，引人关注。我两腮鼓起，面颊圆润，体格健硕，威风阵阵。而且我能文能武，是全才，尤其对描写兔子的诗句张嘴就来。还张嘴就来？对对对。您这话不大点吗？这我还搂着说呢。哇，那我考考您。您随便考。这《诗经》里边有没有描写兔子的诗句？太有了啊！有兔圆圆，至离于罗。汉乐府。古燕歌呀，穷穷白兔，东走西顾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新秋白兔大于泉，红耳双毛衬草棉。白兔捣药秋复春，嫦娥孤栖与谁邻。月夜思千缕，秋风雪一团。神游苍玉阙，身在烂银盘。小白兔白又白，两个耳朵竖起来。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不开不开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。您溜达溜达吧，这儿歌都出来了。我这是跟您开玩笑，这儿歌我能不知道吗？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放光芒，我们推进文化自信与自强，新辉煌齐浇筑，咱们喜气盈盈的迈大步。这正是欢欢喜喜兔年到，家家户户人欢笑。我们祝大家身体好，事业好，家庭好，学习好，亲情好，爱情好，收入好，成绩好，工作好，样样好，事事顺心，好上加好。说起有那个汉天
心里热，我从那前线抓回来，胜利的消息要传开，哎呦，胜利的消息要传开。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，天气那个碎了我心里热，我从那前线抓回来，胜利的消息要传开，哎呦，胜利的消息要传开。风吹那个雪花满天飘，咱队伍在前边打得好，公子军来了正一个团，我心里热，我从那前线抓回来，胜利的消息要传开，哎呦，胜利的消息要传开。风吹那个雪花满天飘，咱队伍在前边打得好，公子军来了正一个团，叫咱们保卫的老友
是家乡的云，我是远行的风，风雨相随伴征程，等到再相逢。我是村头的月，你是远方的星，星月相伴成彩云，等到再相逢。等着我等着我，等着我。
采一朵浪花送给你，向大海许下心愿。采一朵浪花送给你，背靠着大海许下心愿。浪花会卷走心中的尘埃，默默地送到爱你的世界。浪漫潜入青春的海，青春的海，青春的海。要像风里要像风铃般，向着璀璨星空，向着无边星海。要像风铃般，向着无边星海，要让一片星海诉说爱的誓言。好消息，咱们的这投资啊批下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太好了。吴阳，小喜，老夏，永远不要放弃心中向往，身完理想从来不会也前方有你我渴望的辉煌。
年到，新春好。兔年到，新春好。文艺中国新春特别节目，给您拜年了，拜年了，拜年了。我是赵聪，蒋宁，刘丹丽，我是歌剧演员王丽达，我是王传亮。祝您，祝您兔年如意，事事顺。兔年如意，事事顺。阖家欢乐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兴，万事兴。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同志们，你们在时间紧、任务重、缺资源、人手少的情况下，圆满完成了天字号重大任务。对持续6个多小时的开国大典，
实现了现场转播，全程无中断、无故障，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嘉奖。来，哎呦，哎呦，三位同志，荣立三等功。还有三等功。哎，坐下吧，别那么兴奋啊！坐。卢怀玉同志到，张怀群同志到，还有一位赵英杰同志，赵英杰同志。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特务的身份，忍辱负重，协助我有关部门粉碎了敌人的滚雷计划，并且揪出了隐藏在电台内部的特务夏之辉。赵英杰同志是我党隐秘战线上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。赵英杰同志的上线联络人是我，我代表组织感谢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在被大家误解不能表明身份的情况下，你表现得很智慧，很坚强，再次感谢你，建立。老同学，杨主编，向您学习。敬礼。同志们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三位立功的同志鼓掌。下面还要宣达中央的另一项决定，由这次监督我们完成任务的王进局长宣布，党中央决定，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所有同志，从今天起脱掉军装，解除部队身份和军人编制，集体转业，走向人民。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今天起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这身军装。台长，我想说几句话。说吧。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撤销部队编制，这是党中央的命令和决定。我知道你们都是部队培养的，对部队有着很深的情感，可是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，让老百姓吃饱穿暖，有尊严，幸福的生活。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是替人民发声的广播电台，多为人民做事，回到人民争取，这就是党给我们最新的任务和使命。我们是人民的广播电台，要为人民
发出声音。1940年12月30日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。1949年2月2日，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第一次播音。1949年12月5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。
就浪头见床前谈，你敢不敢？不敢那就断酒碗。不当天来泪也欢，酸甜苦辣一起干。一桥浪啊一桥叹，全生也大愿。
好友，问声张家的大哥，问时可成了，一首情歌守一生，生生情不老。年到新春好，兔年到新春好，文艺中国新春特别节目给您拜年了，拜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，祝您兔年如意事事顺，兔年如意事事顺，阖家欢乐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兴。
Thank you.